我看到你修好的瓶子了。哦，没修回原来的样子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对不起的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可能我欠你的更多吧。说什么欠不欠？比起其他人的男朋友，我确实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。 你那天来找我，除了送东西，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说。你那天看到我在玩游戏，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游戏公司，没有去你小姨那里，是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。 还有，算了，没什么。行吧，每次都是这样，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不知道说了还有没有用。那你今天说嘛，修好的瓶子。 也回不了当初。如果两个人在一起，连最起码的真诚和坦诚都做不到，只剩下争吵，那真的就趁早分手吧。我不想分开，家里的事情，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 这回我给了你6年时间，如果你今天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你在人海，我去寻你，只留我慢慢接受所有情绪。 计算机3班的，我叫周导，拜拜。
喂，你好。你是周到吗？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李一锦的妈。啊，阿姨你好。我知道你跟李一锦分了好几次，都断不了。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，不要再耽误他了，好不好？阿姨，我对一锦是真心的，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肯跟他说清楚，你能是真心？也就是我女儿傻，信你的鬼话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要再纠缠他，我就不只是打电话了。阿姨，其实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锦。鬼话。喂。喂，大姑咋了？啥？哎，不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赶回去啊！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好，拜拜。李锦，别以为你不说话这事儿就过了啊！你再不跟周道把这事儿了了，这辈子就完了。看到满屏的绿色，我知道孩子烦我，但当妈的哪有不让人烦的？还不给他分干净，做事拖泥带水的。